这个绝对是好事，这个单向的主动的开放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的，我相信我们这些受惠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在内呢，其实我们都非常期待，期待已久。除了这个游客观光游客的互访，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加强力度，在推进实质的这个民间外交，尤其是在这个文化认知这方面能够加一把劲。在当地我们的这个华人社会在人文各方面习俗的传承，我们中华色彩还是相当浓厚的。中国大陆民间所喜闻乐见的很多事物其实在我们东南亚，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呢，应该说是同步，我们是同步同步的流行。比方说你们常用的这个小红书，你们喜欢吃的这个螺蛳粉都是我们当地年轻人的最爱的但是呢，我们也同样也希望中国大陆民间对我们的认识呢能够深一层，深度和广度都有呢开拓的空间。